台湾人朋友，我跟你讲，那个选举，美国的选举，应该川普有胜利的，川普应该是下个总统。但是很多新闻不会告诉人，都地球的，都世界的，美国的新闻 ，Fox News、CNN、MSNBC、CNBC， 全部，他们都说 Biden 是Biden 的，但是啊、还没确定。那个 election 完成的在12月14号和州政府需要确定之后决定如果选举是对的，但是美国的宪法说州政府立法院是立法院州政府的立法院决定选举，因为如果有问题，如果有说谎是保护的东西，是保护的办法。但是在美国现在我给你看，很多人说我看到说谎，我看到Biden 的民主党他们要偷那个选举。所以有很多这里是密西根州的政府他们听到很多你看这里对你看这里。七个小时，每个人有三分钟。很多人说我们看到说谎，我们看到说谎，所以我给你听。Those ballots were in fact counted and ran through the high-speed tabulators. We can prove there is fraud, which should disturb all of us. 对，所以七个小时我很无聊。你看，这是密西根州，这里 Pennsylvania 都一样。但是 Pennsylvania 也有，那是川普的Giuliani， 那是川普的律师。She is a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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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ness 是什么？什么中文 ？witness。OK， 该这样子。Witness， witness 是什么 ？witness， witness 啊，这干嘛？OK， 证人，所以他是证人 ，OK， 证人，所以他是证人，很多的证人，所以之后，当那个选举完成了，川普之后说是选举决定，川普他有胜利。州政府会说是川普的，但是之后很多的民主党的人，他们不知道，民主党的人不知道真的生活，他们不知道怎么赚钱，他们想哦，我们可以决定错的方法，但是没关系，政府有钱，都是安全， you know,如果我做错的啊，没关系，快乐就好。民主党的人不知道正确的决定，他们不知道好的决定、好的办法、错的决定、错的办法。他们想都是对的办法，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的生活，所以民主党的人想，当新闻说哦是拜登的，他们真的想是完全的，但是。那不真的，不是新闻的决定。等一下，当选举完成了，是川普的很多的民主党很生气，所以之后应该美国是。不安全的和大陆，也许大陆想哦，美国有问题，我们可以去台湾啊、不是，如果美国有问题，在美国，他们可以帮助台湾，也可以，但是大陆，我不害怕，不用害怕大陆，不用，大陆不太。大陆不太强大，很多人想哦，大陆很强大，不是，他们的科技是偷的，
他们偷他们的科技。嗯，现在大陆不太强大，所以应该有问题，但是我不害怕。如果人在，我就在台湾，不用害怕。所以你看，川普是下个总统，和台湾应该是自由之后，你看，爱你。